成都一年一度的菊花展又来了，今年是第61届，成都市第61届菊花展依旧是在人民公园里面举办，10月23号开幕的，今天是11月3号，一直持续到11月19号。这是这届的主题，菊香秋韵醉龙城，好多人呢。这是公园里的香薰角，多是父母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摆摊儿去。唱歌的，少城有礼，人民公园呢，以前呢叫少城公园。
鹤鸣茶社。大家如果最近来成都旅游的话，可以来这个公园了，看菊展，顺便在这喝茶，体验成都的慢生活。这是成都最有名的茶社了，成立于1923年，今年正好100年。不单单是喝茶呀，更重要的是聊天。请先找到座位，再叫服务员点茶。以前呢，我们在这喝过，基本都坐满了。哇哦！茶艺表演，功夫茶，哇！壮不壮观？不光有茶呀，也有小吃的。茶馆边上的湖，转累了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行，正式品呢，就拍到这里吧。